为了发展客家种，还有创意产业，推动世界农产各种，还办了艺术驻村的计划，特别开办一两年的客家创意课程，希望大部分艺术家去到该大伯，为结合艺术还有创意哦，而且日本带动了该客家种汉卡多该能量，各带动东西发展。今年系行业重要的视察文化，尤其系夜班，系客家传统美食的代表。为台湾民众认识客家美食，艺术驻村计划特别安排美食欣赏，搞民众来做各种扮演。不过，认真从提韩国喜彩表演，上课常用讲的模式机来做。眼看前边不是收做是零的出来哈，所以讲虽然跟比模式做的课程哈，不过哈，安尼老师教都当清楚了哈。这个东西我们学会了，我们可以做回家给老婆吃，给我们的小孩子吃，一家和乐融融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地方的限制都无法度讲一定打扮，总话无法度实做了哈。啊，无实做这种是得分享较多的东西后太自家。由台中市设立庐山高中攀岩艺术驻村计划，特别邀请客家诗人钟凤慈来摊派因的客家创意课程，打破安尼为客家文化全面发展。东西按多好的东西，按多好吃得来好的东西，我们朋友都情怀先生来到东西，一方面也自家来学习，嘛是不安尼来向前强下来，哦，加减讲安尼太不强的东西卡。主要是讲学习各方面的，有能力的人哈，有东西的人，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。主办单位讲，客家创意课程会用莫强勇两位艺术家带领乡亲来探索美食、音乐、诗词文化一条丰富的客家文化，希望结合各界力量，再个创造同时风化。客家新闻李兴龙台中报道。